漫画看見ください。はい、見てください。はい。好，右手边来一个，右手边来一个。PK 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宅女超辣。好，中间再来一个，好不好？好，再来一下哈，見てください。好。漫画看見ください。はい。好，我们可以换一个姿势哈。哎哎，好，左手边来一个，左手边的眼神，左手边，好，再来一个，来来来，哎，好 ，OK， 哎，我们中间，你看我们中间 TRE 的团队举手一下 ，TRE 的团队，哎哎，看中间哈，哎，来一个都，好，右手边来一个，好，因为呢，我们上台是那个媒体朋友们要动态的，用挥手的方式，然后从右边到左边。甜甜真的是天生自然的性感。可以可以挥挥手，好，从右边。哎，你看啦，我来干什么？啊，到中间。哎，那个，好，可以挥手。可以，不得给他在。哎，左手边。意大利，我来干什么？好，哪里不镜头？来挥手一下，中间。好，中间挥手一下，中间。見てください。好，那个来干什么？谢谢。来。好，我们最后一轮，右手边再来一个。米奇，我来。不出门的宅女就是原点。好。手机。来，中间，回到中间。忙那个，你干什么？手机。最后，左手边来一个，好，左手边。就是跟他手牵手，然后请他跟我一起跳，然后。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给每一个人贴什么？掌声鼓励。然后奶奶就一直走。开机哇！开机哇！好，麦克风，好，谢谢。好，麻烦两位先跟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我叫张三哥。大家好，我是袁田梅，请多关照，我是关照，请吗？掌声鼓励，请多关照。他们这个唱错了。大家好，我是戴信萌。见到大家好，高兴。哇，中文真的讲得很好哈、哦！哇，你跟他们说，现场所有媒体朋友们等他们等很久，大家记得分享直播。啊，みんながもう現場にはまだまだ台湾にようこそで。好，我想要请他们先透露一下，今年第二届台北国际成人展有什么特别的亮点？他们各自。我也会讲中文呢。今回の TRE に何か見どころとかありますか？我讲中文就不可以。そう。TRE は私初めて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くんですけど、本当にたくさんの AV女優さんたちが集まって、すごい世界最大ですかね、のお祭りなので、今からすごいワクワクしています。はい、了解です。好，我们的袁田小姐说呢，这一次呢 TRE 呢，她是第一次参加，而且呢这一次的阵容又更加庞大，可以说是世界规模级的哦。所以请大家先来看看这么盛大的场面，连日本都看不到。嗯，好，那我们的来什么？是，実は私も TRE は初めての参加になります。別のイベントの方には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ことはあ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よりもはるかに熱量の多いことを聞いているので、今からすごくワクワクしています。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看。我们Daisy萌说呢，他也是第一次参加 TRE 这个活动。说其实呢，上次他以前也有来台湾参加过其他活动，是。但他听说了 TRE 的这个呢，我们这个。活动呢非常的厉害，而且非常人数非常众多，所以他自己也觉得有点紧张，有点兴奋这样子。好，紧张又兴奋，是猴子的账号被所有空的被我们的掌声鼓励一下，让他们感受台湾朋友的热情。啊，谢谢。所以我想这一次啊，就像两位女神说的，我们这一次真真正正是世界级的梦幻队伍。所以8月2号到4号呢，我们的这个 TRE 台北国际成人展，他们一定会非常的辛苦。所以主办单位呢，为了让他们有很丰富、很充沛的体力，所以接下来呢，可以迎接很多的挑战。所以我们准备了基金。哎，これからは、お二人さんのスタミナのために。栄養ドリンク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試食お願いします。有喝过鸡精吗？台湾の栄養ドリンクは我们上鸡精。鳥で作ったんですけど。飲んだ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ないです。なんか飲んでくださるファンの人がよ
くいろんなドリンクを持ってきてくれ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は初めてです。そうですね。モテスモン小姐说呢，她台湾的朋友说粉丝呢会给她可以的哦，夜球是完全可以的，可以单单入场，有单专门就入场的门票而已。欢迎收一下，日文腔比较赞，谢谢。帮我说一下日文墙有什么日文墙可以让我说？位置可以吗？还是这个位置哈？好，好，来，我们先看前面中间。忙得很快，还没得快塞。好，右手边来一个。恭喜恭喜！好，我们回到中间 T I 一盆队，好吧？大家好，什么呀？没得。近看来不到，左手边，对啊，近看来不到。好，这是主办单位非常贴心哦，准备的这个基金。然后你等一下帮我，阿 K 帮我跟他说，这是就是浓缩，你知道吗？这可能有三只鸡在里面哈。OK， 好，来左手边再一个。你今天帮我来什么？有中间中间中间。很忙，那帮我来什么？好。OK 哈，我们让他喝好不好？好，左边来一个，左边，谢谢。有近距离接触的是银凯可以哦，银凯是有活动的。好，那可以了哈，我们就让他喝了，好不好？喝起来我觉得会更有画面。然后喝半斤，吸金，先闻一下。要喝几斤喽？来，我们数到一二三，好，慢慢喝，可以吗？哈，一、二、三，走的哦。哎呦，怎么样？喝的少，让他们先喝一下，感觉好像可以耶，好像很可以。你有跟他讲说，就是大概有没有五只鸡在里面？你话到底狗屁气氛，还怎么？哎。认真的啦，我们很认真把五只鸡弄出来里面。好，问他们一下，给我麦克风好不好？问他们一下喝的感觉。看怎么样？我今晚做的少。麦克风。还是没给他们喝的。好，好，嗨。微信。哦，恭喜！喝得很好，恭喜 ！OK， 干嘛叫他？看过みたいな味で、元気になる味になってます。他说喝起来有带有一点点那个清淡的中药味，他说感觉喝了会很有精神的。对，所以主办单位对主办单位就特别准备了基金，希望他们这一次在 TIE 台北国际车展展有非常金卡区的表现。然后补充一点，喝基金可以让他们的身材更好。哎，阿 K 啦。如果喝鸡精，让你们身材会更好，对吧？我不知道你懂吗 ？Style 的有利于手健康的东西哦，这些都干干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除了线上这个鸡精之外，接下来就有挑战赛。一杯飲みます。跟什么说？他看他喝很多这样，可以让身材好一点。你刚刚说后台准备很多，啊，backstage 有一般啊之类的。那这次我们要先透露一下，就是我们这 TIE 台北国际车展，因为去年已经这么厉害了，今年更厉害，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很棒的装潢啦，还有服装，等待所有的老司机们一起来。那今天我们要先让他们挑战一下，好不好？那让大家先感受一下，抢先感受一下 TIE 的氛围，帮我解释一下。うちの TIE にコスプレのイベントもあるんで、じゃあ先にみんなにお見せしましょうね。好，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先把基金收起来，好不好？谢谢，谢谢。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呢会请我们两位女神帮我们抽，我们小时候玩过那个游戏，抽角色，然后抽地点，然后再抽她要干嘛，这样好不好？这样会不会太复杂？应该不会吧？这样子。じゃあまずはくじ引きで決まりましょうね。先是蒙，这是OK， 来就蒙 ，OK， 好，那我们就请原田先抽签。那马总，宋先生哥，我们来。来，来，那我们请上签筒。好，来来来，我们先抽角色。哎，米奇大佬，你来什么？嗨，来。哦，还要抽暗黑哦，马先生。好。哎呦，来，性感女秘书很好，性感女秘书呢？哎，这边很多总裁哈，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会在哪里，好不好 ？OK。
性感的秘书。好，来抽个地点好不好？一样，中间。性感女秘书，如果在学校这样好吗？感觉好像有点危险。哦，还好。办公室 ，OK，Office。很合理哈、哦。那接下来就要看什么了哈、哦？可能是跟总经理捶背啊，送公文，送公文。好了 ，OK。接下来是任务。对，他好像比较喜欢黑色哦，偏喜欢黑色。最后，我们看他要干嘛呢？三个啊，很好，优雅的剪文具。文具を拾ってください。这个好看 ，OK。来就舞，来就舞。好，那我们就要请袁田小姐去换装了，好不好？嗨，好，我们再先谢谢袁田小姐啊，谢谢。嗨，各位哦，嗨，我们请她到旁边换装。那接下来呢，麦克风好吗？好，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的跟天使萌小姐聊聊一下，就是她是第一次来。那我想要问她，就是说她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天使萌さんはどんな男がタイプですか？哦，可愛い人が好きです。こっち来てって言ったら笑顔で来てくれるような人が好きです。ということは犬系ですか？犬系。あの、他说他喜欢可爱的男人，就是说犬系男子。哦，像小狗般可爱的。犬系男子，比如说有那个小狗眼这样。对，然后是你家过来，马上就冲过来，很热情这样子，哦、就是会笑很灿烂这样。你问他，他可以吗？中间的。先到龙峰，先忙冲。那龙峰相对于单身的多的少。欢迎。可以啊，那因为他们要过去嘛，他要装扮嘛。那我想请问他，就是说如果真的要诱惑另外一半的话，什么样子的角色会他觉得比较 OK 扮演？阿斯卡说，もし彼氏に誘惑するなら、どんなキャラまたは衣装が一番そうですね、パワーがありますと思う。おお、日本では。JK の制服を戦闘服って呼んで着てるので、はい、気合が入ってる時は JK のコスプレをするようにしてます。なるほどですね、わかりました。他说呢，他在日本的话，穿这个女子高中的这个制服呢，就是最能够激起男性欲望，又被称为是战斗服，最能够激起男友战斗欲望的。无往不利就 对。那这一次有没有机会，或者说在他过去的影片啊、写真里面，他有扮演过这个角色？昔の作品またはあの写真で、あの JK の姿を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あとちゃうと、ちゃうと、有够多，是不是？所以要赶快收集。那这一次我们也很期待他的演出。那他来到台湾有没有特别想去哪些景点走一走？じゃあ、あの今回台湾に来て特に行きたいスポットとかありますか？前回9分に遊びに行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れが昼間だったので、夜の9分はもっと綺麗だと聞いているので、夜の9分に行ってみたいです。なるほどですね。他说他上次来台湾的时候有去过九份，不过那时候是白天去。那他听说晚上九份更美，夜景。对，所以这次他想说，如果这次有机会，想要去晚上的九份看夜景，看看最漂亮的九份长。对，我们也可以推荐他去阳明山。啊，我听说啊，台北に陽明山という山があり、そこの夜景もとても綺麗です。陽明か。陽明山。陽明山。陽明山。おお。夜になんかいいスポットに行ってみた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はい。好，可能要在一分钟或三十秒，我们请这个天使萌小姐她一个人单摆拍一下，单好吗 ？OK， 后退，八股，好，可以吗 ？OK， 可以吗？好，来看前面、中间，好，面观赛，来面观赛，好，来过去过去，哎，左手右手边，啊，面对面的观赛，面对我们开始吗？好，中间来一个，忙到高了，开始吗？水手服是吗？中间来一个，手机，来，其他六个人吗？哇，大家日文都好。手机，忙到高了，开始吗？好 ，OK， 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拍照。最后右手边来一个，来，明天我们开始吗？好 ，OK， 好，我们要请这个天使萌小姐抽签了。
好 ，OK， 谢谢大家。好 ，OK， 谢谢。我们等一下还有机会，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他抽签。我刚刚好，阿妈刚刚好，直接给他签。刚刚那个原田都抽这个黑色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他抽什么。我们现在抽角色。发出来，一方，你去到后，谁去到后？他说因为原田小姐都抽黑色，所以那他都抽白色好了。好，哎呦。嗯。哇，这是什么？哇！甜美偶像 Sweet Idol 啊，哇，很适合他的甜美偶像。对啊，没有错。好，甜美偶像通常可以做什么事？你觉得？跳舞对不对？哎、你笑起来很甜美。好，来，我们接下来抽地点。OK， 好，我们现在抽地点。为了天使，你买了两张金卡，你棒棒的，明翰。OK。甜美偶像通常会在哪里呀、接舞台可以在上，可以。哎，摄影棚哎、太好了 ，Studio 呢？哎，摄影棚，所以哇，大家都会很习惯，我们要把它变成摄影棚。好，接下来我们要抽的是任务，这摄影棚，吃冰淇淋。好。哦。太好了，性感的吃冰淇淋，是真吃吗？确定哈、哦，好，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天使魔小姐去换装，好不好 ？OK， 拜拜。好，一个喽。好，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天使魔，我们请他到后台换装。紧接着呢，我们就要欢迎刚刚已经换好装要挑战任务的原田小姐。走到大山，我来开始吗？哦耶！掌声鼓励啊！快点，你都太傻了，对。原田出来了。哦耶！我们先好了，好不好？来，后退一步，后退一步。这位置可以吗？好，在左边一点。Middle。好，后退一步，好，可以。好，来，我们看中间。麻烦后面的男生。好，性感女秘书来了啊！右手边来一个。你进到后门，我来。好，回到中间。哎，見てください。来，麻烦到，お願いします。こち。嗨。こち。好，左手边。左手边，お願いします。再解一下。好，回到中间，我们 TRE 的团队哈。嗨。こち。来，帮我举下手 ，TRE 团队，谢谢你们，谢谢。是不是我操作的？好，右手边来一个福利吧。右手边，お願いします。来。哎，見てください。好，中间，很忙，那个人干什么？真的 cosplay 以后，他的表情也都不一样了哈，很性感。真的进入工作模式，很棒，真的很棒。来，左手边来一个，大家好，你干什么？可以请他弯腰一下。弯腰。来，可以请他弯腰一下，往前倾一下。好，然后我们请，拉到麦你，卡到麦你，拉来。好，谢谢大家，我们稍微往前倾一点，但是你的要求了。好，我们看中间，看中间 ，DIE 团队，谢谢。来，大家好。好，右手边这位叫做原田美。右手边的人，谢谢你们。花园的园，然后。好。最后左手边哦，刚刚只要晚到是你的哈，美丽的美，樱花的樱，谢谢你们。来，脚边完全可以破了，走。睡睡，来过去过去。会哦。OK，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刚开之后，我们接下来要上道具了，好不好？我们给大家更多画面，好不好？来，我们先上道具。好，既然是抽到了这个欧流上班族哈，你还记得刚刚抽到什么吗？办公室，然后捡文具，捡文具是不是？哦，好的。桌子在后退是不是？好，后退一点点，可以吗？可以吗？还要再退一点点，再退一点点。他应该会站在这边，他会跑来跑去捡东西哈，因为我会把桌子反过来。桌子是不是？桌这样反过来啊？你说这样直的吗？侧的吗？侧的，这样好不好？就是横的，来，这样好不好？然后他会在这边，可以吗？
因为他会到处走，所以 OK， 因为大家都有画面这样，转两边就好。尽量靠背板是，这样可以吗？其实说可以吗？可以，这样可以。好 ，OK OK， 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他很性感的剪文具哈，我们来情境剧一下。好，情境剧一下，好吧？我是我不要当主管，我就当那个小员工，好不好？哎呦，这样剪得很烂。好，就是他要性感的剪东西喽 ，OK。没关系吗？好。慢慢的，你跟他说慢慢的，好。我们的角色扮演，其实这次在 DIE 台北国际城展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现场有很多很多的布景，还有很多的 cosplay 的服装，所以大家敬请期待我们的金盘一盘女神在现场跟你做互动。好。OK， 我想你们 Q 好了，因为那个角度。もう一回。もう一回拾ってください。前の。好，头发啊，头发拨，可以吗？没关系，我等一下再请他再过来这边，还有一支笔。因为我还想要丢计算机，好像也不太行。好 ，OK。来，好，中间。見てください。好，我想要这样跟，应该蛮累的。我想要往前，还再剪一支，好不好？可以吗？再剪一支，好不好？好，来喽，请他慢慢的 ，OK。好，脸朝前面哦，脸朝前面。好，来，我们看中间。見てください。好。再剪，可以再剪一次吗？好。OK， 好，中间，来，見てください。好，右手边，来，見てください。好，他衣上面有口袋吗？没有，好，好。哎，小心，不要猛，他头晕了，你们。好 ，OK 了 ，OK 哈 ，OK。好，我们请他回到位置上。嗨，阿里嘎多。好，假装打字一下，好不好？假装打字一下。对，弯腰打字，可以哈。这个镜头来一个，好，谢谢大家 ，OK。Good。Hey。Hello。OK。好。哎，見てください。右边这一个。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道具，谢谢。再次掌声欢迎袁天雷。帮我跟他说辛苦了。お疲れ様です。嗨。谢谢。我想问他，觉得他今天自己这样打扮怎么样？啊，その田さんは今日今OLの姿でどう思いますか？今日この格好で。コスプレ？はい。なんかいつも通りな感じがする。あのハーミンさんはどうするですか？普段はこんな感じですか？普段っていうか結構お仕事でもやっぱOLさんとかちょっとこっちのセクシー系の衣装とかが多かったりするんで、なんか安心感がある。なるほど、わかりました。我们袁天才也说，因为他平常拍摄工作的时候，很多很常有这 OL 的这个主题，所以他觉得，哎，穿起来好像跟平常工作一样，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哦，难怪他刚刚在做很多动作的时候，很自然。对，很自然。那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一次袁天小姐啊，这 TIE 台北国际车展，大家记得买银卡的角色扮演，要给大家。佐田さんは今回の TIE に何かとっておきまたはスペシャルを用意しましたか？初めて参加なので、まず皆さんに会えることがすごく楽しみなので、本当ぜひ来て、当日来てちゃんと自分の目で確認してくれたら嬉しいなと思います。なるほどです、わかりました。我们袁天小姐说呢，她是第一次参加 TIE， 然后很期待能够跟各位粉丝见面。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当天来跟她面对面，然后她再公布她有准备什么特殊的亮点给大家。就是总归一句，赶快来，对不对？对 对， 對，好不好？我们现场台预约袁天小姐是第一次来，我们再次以炽热掌声欢迎袁天小姐来到台湾，掌声。
好，我们也请一位小姐周边哈，我们接下来要欢迎第二位。他先鼓噪一下好不好？啊，鼓噪一下。再鼓噪一下是不是？首先鼓噪一下。好。对啊，好，最后哈，最后一分钟鼓噪哈，来帮我 Q 一下哈，右手边。お願いします。右手お願いします。来，中间来一个。妈妈妈，你干什么？見てください。好，左手边来一个。左手お願いします。好，最后随便他要看哪里就看哪里了。我们接下来欢迎天使萌小姐了啊。不客气，不客气。来，客气。好，谢谢所有媒体朋友们，差不多了哈，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来，我们请他在这边。接下来，各位好朋友，我们就要欢迎这位甜美偶像，让我们欢迎天使。